介绍有较好啊，兼收。因为价阳，我们发现说这个有小小有在注意这个区块，所以我们所就是启动这个布农专案，要结合就是这些蒜农们有成立一个群组。你大地啦。有经验啦。有啦。介绍有较好啊，兼收。哦，是安怎哈？今年就是风较透，啊，迄阵啊风透拍了，蒜啊无落雨，无雨水吼，伊个蒜啊就是袂大。哎，多谢这边。已经吼，会用讲造卫生啊啦吼，因为今年种的吼种较少啦吼，啊，而且吼拄着无雨水吼，啊，品质好，啊，唔久吼量会较少吼。咱拄啊听伊讲吼，讲头七头三成呢吼，啊要甲买吼嘛买无啥有啊，因为大家拢定了伊，因为会知影讲新疆的蒜头是非常的好。目前因为价阳，我们发现说这个有小小有在注意这个区块，所以我们所就是启动这个布农专案，要结合就是这些蒜农们有成立一个群组，就是如果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他们农民就会利用群组跟我们通报。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蒜头收成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又增设巡逻箱，以交叉式巡逻，利用深夜加强这个地区的巡逻，以避免那个农民的损失。